有人骑吗？所以千万不要跑步跟尖叫，还有拍照不要使用闪光灯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走。听到了，不可以叫跟不可以跑，听到没有？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室内的教学的场地，那里面铺的是沙子，那个沙子是可以让马在运动的时候可以比较有弹性，比较舒服。太可爱，我要骑这个。你不行的，没办法，你要骑小子。你要骑小吗？为什么大？他都比你高那么多了。他是几岁啊？他几岁吗？他10来岁。10来岁，对，壮年期。一般马的寿命是几岁？25到30。25到30，对。要排队等机会，或是要凑买机会，可以从平台才会退，不然你就要。马的年龄你知道看哪里吗？看牙齿。马的年龄是看牙齿，所以你看，还没满1岁的小马的牙齿这么短，有没有看到？好短，它今天蛮配合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隔壁这一只。好，它走一下下机会哦。有没有看一下？有没有？哦，有没有好长？对，有没有好长？对，所以它的年纪比它还要大，所以它也是老爷爷了。这只是 Rainbow。你们现在在做什么？在梳吧，帮马刷毛。帮马刷毛，你这样子刷它很舒服是吗？好，那小朋友们很干净的，看一下。姐姐，你们现在在干嘛？我们现在在帮小白刷毛。小白是这只马的名字。那我偷来一个。你这样刷，它很舒服是吗？让它舒服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小白。好，你还小一点，我这里给他。你所谓的摸他的下巴是摸着你脖子啊，脖子。下巴，他没有很喜欢这么下巴。你们现在在干嘛？在准备要去骑马。你戴安全帽是吗？那安全帽会不会太大？有点大。可以。后面这个也是要你挡到姐姐哦。1、2、3。每个大人可以先上。我扮江南 style。嗯，好可爱哦！应该戴口罩，对不对？不会啊。好。你的骑马要小心一点哦。是马要小心一点吗？好，马上就20岁。等一下，先来。26。这是最便宜的奢侈品。谢谢。
你跟妹妹班，一次一个人，小白只能载一个。啊，美谷先，美谷。美女要先还是我先？怕是不是？我也有点怕。不用怕，慢慢来，教练会帮你牵。慢慢来，小白很乖，慢慢来。上来，很好，没错，来，手手先扶这边。那我背吧。姐姐出发，我要背房子。哇，很好。要背房子。好，放轻松，再慢慢一下。你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手抓着，老师会抓着，老师会骑。我们先拍的跟游乐园的木马差不多。对，对，就是木马，跟旋转木马一样。木马，你不要紧张，你害怕吗？就是害怕。好，那下一支是 Rainbow。有点紧，有点紧是吧？嗯，头太大了，头太大了。妈妈加油！好，让你加油！好，我不需要加油，是他要加油。坐坐看，我要抱着你。会怕是不是？会怕是？有一点，其实也有一点点可怕，因为这么两只脚都先脱掉，对，然后就滑下来，慢慢滑下来。真的？好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好玩吗？好玩啊！现在我们在吃冰。你们在吃冰？你吃什么口味的？百香果。你是什么口味？芒果。那你呢？百香果。美谷，你吃什么口味？芒果，你是什么口味？不知道。下次还要来吗？还要，一定要。他们两个是羊桃跟羊牛，他们跟我们，他们今天跟我们一起去骑马。那以后要养一匹马吗？要。今天印象最深刻。什么是印象最深刻？就是你觉得哪一个最？我觉得最好的是骑马。你还要姐姐给你解释？你有没有？你觉得呢？嗯，我喜欢当小白。嗯，你喜欢什么？打小白。打小白啊？坐小白？搭车的搭是吗？
八成小白哦。哥哥，你觉得今天最好玩的是什么？都很好玩，偷到怎么瞬间吃那么多？因为要咬一批吗？对啊，太麻烦了。麻烦了。好了，那今天到这边了，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